大家好，我是李克，很高兴来到北京。我是关照言，我是23号。语言是李克要攻克的第一个生活问题。只要有时间，他就会和专业的老师学习中文。李克告诉我们，外公和外婆是广东人，小的时候他们和妈妈都是说粤语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粤语和普通话都是零基础。目前已经上了六节中文课的李可，最先学习的内容之一就是足球专业术语。九球。李可还告诉我们，他来到中国后，最先学会的就是国歌，因为他深知这非常重要。每天他都会练习半个小时以上。在和北京人和队的比赛开场之前，李可第一次在中超联赛亮相，所有人也都注意到他一直在高唱国歌。